铁花村，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。今天的表演呢，其实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四的一个演出，它叫做 Dog Style。Style 就是那个英文的 style。其实呢 ，Dog Style 这个节目啊，它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四，然后其实我们会邀请一些就是台东在地的歌手，然后。比较具有潜力的，像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创作的能力啊，或者是他是一个舞台魅力非常厉害的一些，目前都是就是越来越在发光发热的一些歌手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两组上半场，他们叫做高姆还有马改，那他们今天呢现在就可以看到他们今天带来一些他们的创作。然后分享给大家，然后下半场呢，它是一个叫做小鱼班，然后大家应该在外面那个黑板那边可以看到他的就是照片，还有他的以前当兵时候穿的外套。他说欢迎大家可以去穿他的外套这样。那他今天也是一样会带来他以前曾经创作过的歌曲，还有最近创作的歌曲要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呢是每个人低消120元，然后到铁花坝。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环境，就是在大家有看到那个热气球那后方，就是火炉那边是厕所，就是靠近外面的是女厕，然后靠近里面是男厕这样。然后穿那个长头发的男生不可以去女厕所，你是男生。好，然后刚刚大家在点饮料那个叫做铁花坝，它除了有饮料之外，它其实也还有一些小餐点，像是烤肉啊、薄片的披萨，还有阿拜，就是原住民传统的美食这样。然后在吧台旁边呢，它叫做铁花好店，有贩卖一些铁花的文创商品。然后最旁边叫做台湾好店，有来自各地的一些商品都可以去参观看看。那我们今天表演是8点到10点，这样 OK 吗？然后在表演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尊重一下旁边的人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讲话，可以小小声的。然后手机呢，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来关个震动这样。然后全程可以拍照录影，可是请不要使用闪光灯，因为如果你用的话，可能他们就不见了。就他们可能很认真这样啊，然后突然你唱的时候，可能就唰一下这样就忘词之类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如果要进出的话，就从这个大门这样，可以吗 ？OK 哦。那主持人在这边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以及铁花村，再次谢谢你们来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上半场的表演者叫。